若卷宗中所说属实，你又怀揣修复严禁的灵力，本宫就不明白了。你早已不是太史局的人，又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草民。如果你把卷宗销毁，天下将无人知道这个秘密。你就能如你义父所想那般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我即便不是太史局的人。 但我永远是我朝的子民，与我朝相比，我一己之身又算得了什么？为自己的国尽忠，为家园和西域，永不受邪魔的侵扰，奉献李当付出，在所不惜。你既心意已决，本宫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但本宫向来赏罚分明，说吧，本宫可以答应你一个请求。 奉献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将来，无论何时，请皇上和皇后娘娘不要为难中天。今日发生的种种，真的不是中天的过错，这是我死前唯一的请求，请皇后娘娘成全。 想不到，你与他用情如此之深，若这天下的人都如你二人一般，该有多好！ 好，本宫答应你，如此，奉献死而无憾，谢皇后娘娘恩典。 司徒奉见。 太子殿下，见过殿下。司徒奉见，你真的执意如此？我已经放弃你了，让你和仲天远走高飞，不是让你回来送命。殿下。 奉见有自己要去完成的使命，夜已深了，奉见不宜在宫中久留，还请殿下恕我无礼，奉见告辞。天下苍生与你有何干系？既已离开太史局，修复严禁一事自有其他官员承担，你为何还要？ 为何不和仲天远走高飞？殿下，只当凤剑是蠢笨愚钝之人吗？既然已经知晓，只有我才能修复严禁，就断然做不到只顾一人欢愉，独自苟活在这世上。 救苍生，去完成使命。你让其他真正希望你幸福的人，该如何面对，如何承受？我一直在忤逆义父的意愿，这回也只好如此了。那仲天呢？你舍得下他吗？
殿下一定能护得好。今日一别，定无再见之情，还望殿下珍重。从今以后，你是否愿意和我纵马荒漠，四海为家？你若敢抢，我必相随。杀！
颖儿，跟我走。你找我何事？冯剑在哪儿？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？说！你为何要问我这个问题？你不是要带着凤剑离开这里吗？为何找我寻凤剑？说，不然我杀了你！你放开我！说！凤剑他已经知道全部真相了，他知道你和李大人对他的保护，知道自己身怀异禀，知道隐藏在自己身体里的能量可以修复眼睛。难道是因为那本卷宗？对，就是因为那本卷宗，他已经向皇后娘娘表明决定牺牲自己修复眼睛。凤剑要用他自己的性命挽救苍生，他更是为了保全你啊。凤姐，你为何要这样？你为何要这样啊？皓月，快躺下，闭上眼睛睡一会儿，不然这伤怎么会好啊？不用担心我，我是男子汉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这次一定要带你出关，相信我，这次我一定能救你出去，以后我们就能一直相守在一起了。我相信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你先睡一会儿吧，老这么熬着，这伤口要是再开裂了可怎么办？我会在这陪着你，哪儿也不去。莹儿，莹儿你好美。皓月，今日你我就在此大婚如何？就在这儿吗？嗯。大婚之后，我便是你皓月的妻了。从今往后，天上地下，我的心永远跟你在一起。生生世世。
永不分离。骸骨石烂，我皓月绝不负你。喂，路在前面。皓月，你要相信，这辈子我只是你的妻。我们走。快把公主叫出来。让他们来的，为什么？如今皓月伤势严重，这里缺水少药，我绝不能再看着他的伤情被延误。外面已被士兵重重围住，我们断然是逃不出了。我却不能让他因我失了性命。我写这封信，一来表达我的诚意，同时提出我的条件。
公主，我看到你的信了。如果你愿意跟我走，我愿意信守承诺。莹儿，不要走。最深的爱，不是占有，而是彼此牺牲，彼此成全。这一次，让我学着深爱一次，可好？何意？公主，想要皓月命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你们王朝的皇后，你的母亲。做皇后为难他，我也会保得周全。皓月，皓月，一定不要忘记我，记得我爱你的样子。
凤剑。仲天，你不该来的。回去吧，我明天还有其他的办法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冲天，对不起，凤姐，凤姐，凤姐。凤姐，凤姐。
少轩将我送到这儿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或许这颗星球真的有能够修复神域的能量体。尚轩、姐妹、同伴们，等着我。